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猫大完便的声音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百鬼 Pig， 今天要来开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宝可梦 Let's Go 伊布系列的。然后今天呢，顺便介绍一款这个不算业配啊，但是刚好要串流到电脑上的这个元刚 C875 的行动录影盒，然后顺便教大家如何把它组装起来。那我们就先来开一下这一盒里面有什么。首先里面就是一个本体，长这样，两个 HDMI 的插孔，一个是输入，一个是输出，然后跟两个音源的洞，也是一个输出一个输入的。然后这个是这个不知道，然后这边它可以插记忆卡，你也可以不用用电脑，然后它帮你存在记忆卡里面。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串流到电脑上的。接下来看看里面，里面就是一些说明书，然后里面有附一些线，有音源线，然后这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个是 HDMI 对 HDMI 的线，然后跟一个这是对 PS3 还是什么的线吧，哇，然后跟它一个这个 mini 的线，跟配它这个线，但这个线我先拿起来，因为等一下看到，然后跟一个收纳袋，然后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来要开这一盒。说，这一盒打开里面有一个充那颗球的线，它跟 Switch 的线应该差不多吧。然后接下来就看到这个游戏片的外盒，正面、背面。接下来就是重点啦、里面有一张，然后里面有张保证卡。好，先来看这颗球。哦。质感其实不错，算不错了。然后这球上面呢是一个按钮，哦，点下去它前面就亮了。之前看介绍影片，这边它可以控制它走路的方向，这样。然后这也是一个按钮可以按。然后一样配一个手链，这是干嘛的？哦，应该是套手的哦。对，这样这个球不错，摸起来不错，就感觉摸久下面白色的部分会脏掉。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应该是充电的吧。好，没错，后面是一个这个充电的。OK， 那我们呢就直接转到下一个如何组装的画面吧。Go， 哇，等一下，忘了讲一个东西。这一集呢，一样能破500观看呢，就抽出一盒皮卡丘组装版的小模型一只。它这个是日本制的哦。底下随便留言呢，就送出这只皮卡丘组装的。哎，还没开过，所以我不知道里面长这样。好，换下画面。首先呢，要准备的就是这台嘛，刚刚说的这台，大反光。如果你电脑屏幕有 HDMI 的话，那你就不用另外再买一个这个。这个是这个转接器，然后这转接器呢要再插一个电源，不然它跑不动。要插一个电源。然后因为我是比较旧式的这种头，要把它转成 HDMI。好，然后我们萤幕的线呢，就直接把它插在这个输出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到我们这个 Switch 的转接盒上面。这转接盒呢，一样呢，插一条 HDMI 的线，然后上面是充电的 Switch 的充电，然后一样把插在 Switch 上面的这条 HDMI 插在我们的这个输入的地方。接下来就要插这个，这个也是里面有附这条线的、插在这里。然后这条线的另外一边呢，就插你的电脑，它是 USB 的孔，所以你可以插 Mac， 也可以支援 Windows。那我是用 Mac。好，我刚忘了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是调电脑的，另外一个呢是存在记忆卡的。然后我这次是用电脑，所以我把它卡在我们的左边。好，基本上呢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最后一个关键呢就是声音的地方。然后不管你是用耳机啊还是音响都可以。然后我用耳机，然后要插在右边了，左边是输入的地方。就如果你是用麦克风的话，就插在左边。好，然后呢电脑这边插上去之后它就亮，蓝色的话代表就是待机中。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开电脑。之后呢，你就要下载一个程式，我会po在这画面上面。然后打开之后就长这样，一个画面跟一个控制器的地方。然后这控制器呢，它有分四个，一个是拍照的，这是拍照的，这是设定的，就是它的输入来源是从哪里这样。然后跟一个是输出的资料夹，点下去就可以更改你存那个影片档的地方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是它这个录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个游戏卡片，哦呦，后面是一张地图，
然后把这个插进去，好，接到啦。然后另外一边电脑屏幕上呢，就会跑出你这个画面。那如果你要录影的话呢，就直接点选这个右边的这个 REC 的按钮，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上面就会开始计秒，计秒就开始录影这样。下面这剩余时间就是你电脑可以存多久，像我有46个小时26分钟的容量。OK 了，这样就搞定了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玩吧。大概震动了一下，吓了一跳。确定。哇，要套在我们这个无名指上面啊！这么强求啊！啊，这样，可以吧？哎。哎呦，双重。哎呦！他旁边写说，这语言只能选一次哦，后面就不能改了。中文呢、啊？哦，大木博士。这样你的声音会爆掉。换上耳机。哦，哇，还可以选样子，我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来个这个比较黑的，比较符合我的。我靠，哦，哇，还可以打中文，中文键盘。那当然就叫白鬼啦，白。哎、欸，这个球是蛮好用的。没错。哦。他说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同时也是你的竞争对手。哎呦，还可以帮竞争对手取名字哦。叫什么？索隆啊，索隆 ，Zoro， 就这样啦。OK，Zoro、这球到底要怎样拿？是哦，有，这球要拿这样，红的要在上面。安全。哦，上面什么？哦，上面这按下去就是选单了、啊。这应该是目前什么都没有。记录是存档吗？记录冒险。哦，存档，哇，现在还有存档。喂，退出 ，Go！ 哇，它保留很多哎，可以跟很多东西讲话。好，先下楼。哦，随便跑到人家房间。嗯，我刚不是看过信了。对啊，看过了，被骗了。Go go go！ 哇哇，一模一样哎，那个早期的，是一模一样的字哎。哇 ！Go go go！ 出门喽！我想猫的皮下。
来隔壁看看呢、啊。哎呦！哇，这几乎可以单手就这样舒舒服服玩完，而且手不管放哪里都可以。来到大木博士研究所啦，记得大木博士好像在最上面吧，他挡在路中间，先不理他，先看下这个。哎呦，他是说是 Pokemon Go 吗？没错，他就在这。哇，太怀念。战斗音声音是新的，是这样，是要这样。哦，第一次就 S 了，这么厉害！哦，它会震动哎。哦，应该不用这样丢吧，摇一下就可以了。帮他取个名字哦。好水。哇，那个球是自己弹到这个里面啊，太扯了吧！现在换这个模式是直接会遇到，哎、欸，就不会是随便砍的，没法攻击哦。哦，这手感好哎、欸，真的觉得这手感好。哦，有声音，这太扯了吧，这个有声音。哦哦。哦，他转动这个可以看波波全身。Johnny， 哇，在室内对战哦，那些人在博士面前对战。哦，皮卡丘其实蛮可爱的，但我的我很凶，是非常的凶。啊、撞击，先来一波撞击呀、啊！我要求天，哇、哦，主角威能啊！闪光，电光一闪啊！哇、哦，好啊！
惑，互动。喂，在旁边的吧？在旁边的吧？补个血。啾啾啾啾啾！哇，还保留以前那种八位元的图示，蛮秋的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呢到这边结束了。今天主要呢就介绍如何串流，然后跟开我们宝可梦的，然后记得有抽奖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拜。